黄子韬发文悼念父亲，晒爸爸黑白照片惹泪目。14日晚，黄子韬在社交平台晒出一张父亲的黑白照片，并配文晚安吧，悼念因病去世的父亲。照片中，黄爸爸戴着帽子站在窗前，一手比着眼，笑容灿烂又温暖。9月11日，龙涛娱乐发布讣告称，黄子韬爸爸黄中东病逝，享年52岁，丧事将一切从简。9月14日清晨，黄子韬父亲黄中东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殡仪馆举行。黄子韬低调处理丧事，仅设置了一个小厅供亲朋好友吊唁。与黄子韬一起搭过戏的女演员赵奕欢也现身追悼会，为黄子韬爸爸送上最后一程。黄子韬圈中好友鹿晗、管理、陈小月等人送上花卷，以表哀思。